可不可以不要再动了？你再动，床都要塌了。你不是要安慰我吗？怎么反倒自己睡不着了？谭太监，你说，倘若我大姐不是庶女，家中对她多疼爱些，会不会就不会走到今日了？你这大晚上的不睡觉，想她做什么？还说我呢，你不是也一样？ 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从前我七情断绝，大概正是因为没有情丝吧。消磨神才对了。 叶希沃，你说。 若是有了情思，会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。 这阵法完成还需几日？殿下，三日即可。三日之后，南境境内再无一支活物。傀儡妖兵准备的如何了？殿下，术士们日以继夜炼化，已有万余英煞军可供殿下驱使。太少了，从今日起，让他们加速炼化妖兵。 属下会再想些法子。就这些，都办完了。哦，对了，过几日我想出门散散心。准。谭台静，你现在这是良心发现了？ 你再啰嗦就别休息了。我不说，我不说，我不说。什么事？陛下，我想休假一日。叶将军，你自入朝为臣，可从未有过一日休息。 你去吧，朝臣5日一休沐，本就是应该的。